基金会公益活动进棚拍照，现场也邀请到许多小朋友一同入境。面对一群小孩，六个大男生一下子变身孩子王。你最喜欢谁？一个最酷的，一二三。也太好被控制了吧！五六七八，白色举起来呀、啊，红色放下来，红色举起来呀、啊，白色不要放。感觉他比威廉还厉害，他比威廉还厉害，错乱。对啊 ，Check castle。为了和小朋友相处，棒棒糖还得使出奇招。现在小弟弟非常要用电动才能乳化他的心。对，看一下镜头。嗨耶。耶、yeah, 是不是？而爱搞怪的六人还教小朋友一些奇怪的拍照动作。一二三，超酷的，对不对？超屌的，我跟你讲，他不只会这个，他还会托里亚。一二三，有，超屌，dancing，dancing，dancing，来，耶耶，对。害羞，女生总是有点矜持的嘛，对不对？八大采访组整理报道。